开局卡槽里居然给了一个雪妖铠甲和一个黑骑铠甲，兄弟们，这一波不会又让咱们玩变身吧？然后我们的场上还有一个黄色预警，还有一个绿色毒刺，那就不正合适了吗？兄弟们，这简直是给黄色预警和绿色毒刺量身定制的铠甲，多帅啊！好消息是，这两个铠甲都很便宜，只卖200阳光左右。但坏消息呢，我们没有阳光，所以那能怎么办呢？面对这堆如大海一般的罐子，只能先硬着头皮开了。兄弟们，听说来一个大拇指可以让攻速增加10倍，那么接下来就拜托你们了，直接开一个蓝色的罐子。哦，是冰车空坤啊，小意思，能不能给我来个阳光植物啊？花盆再开，南瓜头我不要，哎，萝卜伞就过分了吧，这都没有什么用啊。那继续开三线射手，这个还不错。兄弟们，再开最后一个冰车坤坤，希望它能给咱们带来一些惊喜。棒，我去，雪獒铠甲，兄弟们。这一波给的植物也不行啊，是不是屏幕前的你们把我的欧气吸光了？不过也无所谓了，咱们马上就能送他回老家。他下来了，雪獒侠，使用你的必杀技震雷修一击终结他吧。投降，铠甲勇士们穿梭光明，为正义，不容敌人一次次失敌。我们是维护正义。